心里面包包的钱钱，最多可以四个人一起玩哦。我今天要跟妈咪对战。玩法跟说明，首先要先装电池，这个，这个猴子包包装在猴子后面，它的包包也太大坑了吧？电池要装在这个里面。我先把猴子的香蕉包装进24钱，它的香蕉硬币，电压掘下去。我现在来装个根。猴子的脸要对着星星，这有一跟二，我们开开二看看。先开一比较简单，要用的时候记得要先检查。我可以，要开始读。没了。好，那结束关于关机。结束，现在来算算看谁的钱比较多。16，我16块，妈妈7块，这妞妞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奶奶赢了耶！我可以当这个打你们的耶！酷！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按个赞，还有订阅妞妞 TV 哦。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妞妞每天晚上7点更新，请记得看哦。我还有第二频道。